道我怎么觉得喜欢上他的那个感觉吗？嗯、就是看他以前一个也是话剧，看他演一个话剧里有一段剑舞，很贱吗？你走开，快管管你老公。他看的不是这种，就一边念诗一边耍了一段，好想看呀、啊，帅，醉里挑灯看剑。怎么了？笑点在哪？剩的喜欢的那个点也是跟我不是、啊，而且还有一个点，就只喜欢了他50%。说一点品格上的东西好，品格上和颜值上的东西好。最后他演的是那个康熙嘛，最后那个他出来的时候是个老妆，一大胡子，你知道大白胡子，我说哇，老了还这么帅。然后现在发现，我可以看他到老，对不对？反正现在发现，现在老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帅，不太一样。你的喜欢点也是有点奇怪吗？嗯。